我们在一楼呢这个区域呢，我们已经安装好这个长辈服务铃哦。那这边在这边楼下坐着的时候按外劳哦，楼上是外劳在厨房工作，或者是楼上的阳台，或者是楼上的花园工作的时候，这边叫不到人哦。那按服务铃呢，外劳就听得到了，就可以马上来服务了。OK， 这样就非常棒了。好，我们来试按一下，来，逆姐，好、哦，这样就有声音了。我听到。OK， 赞不赞？哦，赞，方便。嘿，呵。OK， 这样以后就方便多了，在一楼哪里都可以按。哦，好，成功！我们又 DIY 安装成功了，生活智慧王就要让生活更方便。OK， 好，以上分享。这个放在这里，哦，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，去外面外劳去外面种菜的时候。听得到，在厨房的地方，哦，使用的时候也听得到，这个阿嬷在叫他哦，那他就可以下去服务了，以免找不到人，听不到声音，要或者要大声讲话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地点是比较适合的。OK， 可以这样去有声音，这样去有声音。非常方便。OK， 好，这个安装服务铃已经装好了，已经这个会用了。在楼下一楼呢，尤其里面哦，啊，这个不粘死，因为它可以坐在那也可以按，在房在那个床边也可以按，所以等于遥控器一样，然后它就按一下，哦，干腻了，气化嘛。哦，有听到声音了哈、哦，楼上就有声音了，这边就听得到。呵，啊，那个方便不？赞不？赞。好 ，OK。